好不好？漂亮，一样。有吗？不行。我去啊。来吧。不归自己，他的心跳声都传到我这儿来了。他不像是个一般人。我是25岁的张宏圭。宏圭？宏圭，好好。我是大学生，很高兴去认识大家。我在浙大的经济学系上学，然后最近对他们的创业有兴趣。也跟着董大华的朋友们准备创业。你有没有中意的人？现在是定。应该少一点喧哗。可以的，用吗？还是要默契哦，继续哦。我可以进地轮吗？哇，好帅呀！正好记得这位的名字。那个杨伟杰，明天见，姐。算是让人先叫叫算，这人本身散发的光环就与众不同。他很激动了。换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被那个眼神融化。姐，你吃吧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我们浙江省的成员呢，干杯吧！干杯！干杯吧！